山峦叠翠，曲径通幽，未见寺院，已觉清凉。蓦然抬头，流光溢彩的京城开化寺，我们打开了六朝古建的历史画卷。在这红墙绿瓦间，新迟已久的笔墨描绘了宋人的市井生活和民俗轶事，而千里江山图与它相比也少了点灵动飘逸。或许宋人更热衷于烟火气的市井生活吧。这面令人神往壁画界的清明上河图绘满了大宋风华，把生活和信仰融为一体，乐得清静自在，禅意生活。当文化从生活中走来，就成为了信仰的传承。这座跨越千年的开化禅院，却仍独具神韵。